美国公然对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说三道四，对中国外交竭力的污蔑抹黑，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说笑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，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我要强调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。瑙鲁政府决定同中国复交，再次充分说明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中方敦促美方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独、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承诺落到实处，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